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脑人言，我是主播侯雷。今天的主题是昼夜节律如何控制我们身体的生物钟。古人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而当代年轻人熬夜加班成为新一代脱发主力军，这一现象究其原因与不正确的睡眠习惯有着很大的关系。人的一生中，睡眠占了近三分之一的时间，充足的睡眠和按时休息究竟有多么重要呢？在神经科学领域，睡眠被定义为生物体在夜晚出现的可逆转休息状态。睡眠发生时，机体会进入不活跃的休息状态，对外界的信息传入敏感性降低，同时大脑进入无意识状态。丘脑室交叉上核 SCN 是睡眠和觉醒的控制中枢，它能通过神经投射和内分泌递质扩散的方式调节身体的生物钟节律。哺乳动物的睡眠由慢波睡眠和快速眼动睡眠两种状态构成，睡眠前期以慢波睡眠为主，进入深度休息状态的身体会在免疫调节物质的作用下恢复能量，修补机体损伤。睡眠后期以快速眼动睡眠为主，身体能量会逐渐恢复至清醒水平，此时轻微的响动或光线便能唤醒睡眠。昼夜节律普遍存在于动植物体内，昼夜节律是地球生物普遍存在的生物节律，与地球自转过程中的明暗交替紧密相关。丘脑室交叉上核 SCN 是生物体昼夜节律的起搏器，它精确控制着动物饮食、进食、觉醒、睡眠的生物钟，而植物的光合作用也受到昼夜节律的调节。起初，法国天体物理学家德梅兰于1723年在含羞草上发现了昼夜节律。他观察到含羞草的叶片会随着太阳运动的轨迹而改变方位，而夜晚降临后，叶片又会自然下垂。叶片的运动勾起了他的研究兴趣。当他将含羞草放进密闭的空间后，含羞草叶片依然表现出同样的运动规律。于是他断定，含羞草存在着与天体运动同步的内在规律。历时200多年，人体内的昼夜节律也被揭开面纱。1938年，芝加哥大学的克莱特曼和理查德森在肯塔基州的地下实验室进行了为期6周的实验。在完全隔绝太阳光照的环境下，他们发现人体睡眠与觉醒、身体核心温度的变化依然存在稳定的24小时节律。2017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了三位揭示昼夜节律分子调控机制的科学家，杰弗里·霍尔、迈克尔·罗斯巴什和迈克尔·杨。他们在实验中发现果蝇丘脑内存在一种表达 PER 蛋白的周期基因和表达 TIM 蛋白的无时间基因。在夜晚， PER 蛋白会与 TIM 蛋白结合，从细胞质进入细胞核，并在细胞核中存储堆积，而白天堆积在细胞核内的 PER 蛋白则会逐渐降解。 PER 蛋白堆积和降解的过程正好对应地球的黑夜和白天，而这个周期十分接近24小时。昼夜节律，中枢与外周神经系统的对话。那么生物体又是接受到什么信号感受到昼夜变化的呢？其实生物体的神经系统由脑与植物性神经系统组成，下丘脑 SCN 作为昼夜节律的调节中枢，能通过直接的神经投射和间接的神经递质扩散，以中枢带动外周同步改变的方式来调节植物性神经系统发挥作用，使机体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同样的，身体核心温度也是昼夜节律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一天中不同时刻呈现动态变化趋势，下午最高，后半夜最低。核心温度一般在我们入睡后2小时降至最低点，但即便我们整夜不睡，核心温度依旧会在夜里降至最低点，并在早晨恢复到正常水平。此外，褪黑素也在睡眠与觉醒发生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它由松果体合成分泌，通过血液运输扩散至大脑的其他区域，促进睡眠的发生。褪黑素的分泌与环境中的光亮度变化紧密相关，它在日落后开始大量分泌，在午夜升至最大值，在日出后逐渐停止分泌。夜晚光照，特别是蓝光照射，会抑制褪黑素的合成与分泌，推迟睡眠的发生，并在一定程度上缩短睡眠时间，降低睡眠质量。虽然日夜交替控制着昼夜节律的沉睡与苏醒，但饮食进食的节律似乎更能准确地调节身体的代谢功能。糖皮质激素与饮食进食、食物消化、
能量代谢节律密切相关。下丘脑垂体控制的促肾上腺皮质素释放激素和促肾上腺皮质激素会提升体内的糖皮质激素水平，进而提升机体代谢水平。虽然光照可以激活 SCN 来调控身体的昼夜节律，但饮食能更好地促进身体从沉睡中苏醒过来。睡眠后糖皮质激素分泌增多，能提高肝脏糖异生水平，进而刺激肝糖原转化成葡萄糖，进入血液为大脑和肌肉供能，更好地唤醒身体并维持觉醒。让人意外的是，外周昼夜节律基因的表达还受到中枢生物钟和阶段性进食信号的调节。在夜晚对大鼠施以光照并限制饮食，大鼠身体核心温度和糖皮质激素水平都会变得紊乱，而肝脏、肾脏、心脏和胰腺的生物钟基因表达也都会被逆转。最后，昼夜节律普遍存在于动物、植物体内，它与地球自转导致的昼夜交替紧密相关。下丘脑是交叉上核 SCN 作为脑内昼夜节律的控制器，通过神经投射和内分泌递质的方式，使身体与脑的生物钟彼此协调。此外，饮食也能对身体生物钟产生一定调节作用哦。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欢迎点击下方关注。创作不易，一键三连，拜托了。这里是脑人言，我们下期再见，拜拜。